傲壤灵曲产神草，三鸦五叶麦长轮。这是清朝乾隆皇帝对人参的赞誉。《本草纲目》中对人参有这样的描述：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治难复一切虚症。人参就这样以其独特的形态和药用价值，超越凡间草木，立足丛林深处，被人们极度推崇。旁边山里哟，有孙良，诚心善良没名扬。西凉人参，人参耐寒喜阴凉，东北三省繁茂湿润的阔叶林区是它生长的沃土。不知是注定还是巧合，这自然造化的灵草在有意无意间见证了一座东北小城的跌宕过往，也成就了这座小城繁盛的今天。这座小城就是被誉为人参之乡的抚松。松花江是黑龙江在我国境内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长白山天池，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抚松县，坐落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的上游。1983年11月，在抚松县抚松镇新安村，村民在田地里发现了陶器、铜器等器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几件看似不起眼的器物却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据《旧唐书》记载，唐开元元年，唐玄宗册封肃穆漠河首领大作荣为渤海郡王。为了向朝廷进贡长白山区的人参等特有物产，渤海国开辟了一条从渤海都城通往京师长安的通道。这条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小路，就是渤海国时期的朝贡道。经考古研究，初步确定新安村是朝贡道所必经的一座重要城池丰州城。这个遗址隐约透露着抚松这片土地在1300多年前长达近300年的繁荣和兴盛。朝代更迭，荣枯兴替，短暂的繁荣后，这里又成了一片隐秘之所。清朝中期，关内灾祸连连，无数中原人民面临着严重的生计困难，于是物产丰富的关外地区变成了当时受难百姓的首选。然而早在清朝入关后，清政府为了保护龙兴之地并独占这里的物产资源，对长白山区实施了严厉的封禁政策，百姓想要进入东北地区谋生绝非易事。直到光绪三年，清政府为了充实边境，振兴关外经济，才对长白山区完全解禁，鼓励移民。当山海关的大门打开，
成千上万的中原人民如潮水般涌入关外，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空前的移民潮——闯关东。闯关东到长白山区，特别是到府中，主要是冲着人参来的。前期是为了寻觅采挖野山参，后期主要是为了栽培原参。随着越来越多的淘金者涌进府中地区，公元1910年，清政府在此处设县，将县治所设在人口聚集的双甸子，取名双甸县。据府松县志记载，待设置以后，外省移来人民日多，捐抢之事时有所闻，虽有官制，无如兵力单薄，此机彼窜。所以清政府在双甸县设立巡警，又因县治所地处松花江上游，故取镇抚松花江上游之意，将双甸县更名为抚松县，至今已沿用了100多年。从空中俯瞰，抚松县地处一片绿色之中。据统计，抚松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7%，而这一切都是长白山的慷慨馈赠。在我国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有肃慎氏之国。这里的不贤山就是长白山。自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长白山奉为圣山。到了清朝，皇室把长白山视为龙脉发祥之地，长白山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尊崇地位。然而这座圣山在10000年前却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由于地壳的上升，海水退出，地表才得以露出水面。在大约2500万年的时间里，长白山地区经历了4次火山爆发，主峰才得以形成。在长白山这座巨型火山休眠后，火山口内逐渐蓄水成湖，形成了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火山口湖——长白山天池。在我国境内，围绕着长白山天池分布着3个县，分别为西面的抚松县、北面的安图县和南面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而抚松县境内的长白山却有一段与众不同的地貌。1989年的一天，抚松县周边的原始森林被一场大风席卷。雨过天晴后，一支考察小分队进入深山，调查林木受损情况。经过10几天的风餐露宿，小分队逐渐接近长白山主峰。这一天，队员们早早出发，调查刚刚进行了25分钟，就被一位队员的惊呼打断了。一条隐藏在林海深处的大峡谷首次呈现在世人眼前。这条位于抚松县境内的大峡谷后来被称为长白山锦江大峡谷。经专家考证，大峡谷是火山爆发时期形成的地裂带，
在火山爆发后，由熔岩石表面的火山灰和泥土经江水及雨水冲刷而成。大峡谷总长70多千米，最宽处约300米，垂直深度达160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火山熔岩峡谷奇观。这是深藏地质密码的长白山赋予俯松的层出不穷的震撼。从峡谷两岸到白云峰，沿途可以看到从温带到寒带的不同植物类型，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植被的多样性为众多生物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资源。长白山因此成为了地球同纬度带上生物物种十分丰富的地区。在众多物种里，被人们称为地之精灵的人参，是长白山对俯松的又一馈赠。它在密林之下，等待着与放山人的相遇。长白山中有山神，赐福保佑放山人，保佑放山人。据俯松县志记载，一般人结队成群入山求之，谓之挖棒槌，亦谓之放山，而放山人就是采挖人参的人。放山这个传统啊，跟听老人讲说一上千年了，我的父亲或者爷爷或者老爷爷都放山。自古以来，放山就有着极其严格的礼法，放山队伍的人数必须是单数，这样采挖到人参就可以去单回双。放山人手中的木棍叫索波棍，棍上拴有铜钱和红绳，寓意辟邪和镇宝，用它可以拨开草丛寻找人参。行进途中不许说话，这也是历代放山人必须要遵守的规则。传说人参听得懂人言，受到惊吓会逃跑。放山人中的领导者被称为把头，把头具有丰富的放山经验和野外生存技能。那个地方就有帮手。即便这样，每次放山前，把头也都会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在瘴气弥漫的密林深处，每一步都潜伏着危险。进入大山深处，放山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老爷府。人们认为人参是大山里的精灵，需心存敬畏。在老树前，三块垒砌而成的石头就代表了老把头的神位，保佑我们进山快当拿大货，拜山神老把头。对采参人来说，他们最虔诚的信仰就是老把头。据民间传说，老把头本名孙良，山东莱阳人，是个孝子，因为母亲身患重病，所以来长白山采挖人参，不幸迷路，饿死在山中。临死前，孙良咬破手指，在山石上留下一首绝命诗：家住莱阳本姓孙，隔山片海来挖参，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伴随着这个广泛流布的传说，他被山民尊为老把头，奉为进山采参人的始祖。开山喽！这是每年农历3月16俯松县老把头节的盛况。当地人虔诚地祭拜，
不仅祈愿丰收，更感恩自然的馈赠。开山喽！拿火！每年初秋，崔长安都会进山，这是他5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事情。每一次放山都是充满艰辛和未知的旅程。在茫茫林海中，最让人谈虎色变的就是搜寻途中不幸和同伴失散，最后迷路。然而叫喊又是不允许的，敲击两下表示安全，这是放山人千百年来独有的沟通密码。野生人参的种子靠自然脱落或鸟兽传播，在满眼的绿色中要寻找到一颗人参，无异于大海捞针。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一星期，放山的队伍仍然一无所获。一大早，放山人就出发了。放山人能不能享受到自然的馈赠，不仅需要一定的运气，更需要多年来采参的经验。老头，你们看看，哎呦，这个灶头不小啊，得100多年了。灶头是前人在此处发现人参后留下的标记，他在告诉后来者，这里曾有参子埋下。得吃饱饭，围着灶头转。嗯，灶火啊。那这个一会儿这个你把那个边儿，行，我把这个边儿好好压压这个地方。好嘞，拿着大火回家吃好饭。灶火，灶火，灶火。果不其然，放山人在灶头附近发现了人参。传说必须把红绳系在人参的主干上，才能把机灵的人参娃娃牢牢拴住。这个银子形状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参啊应该在18年以上。每一颗山参子都要经过寻参人的手，重新回归到孕育他们的土壤中。放山人懂得自然轮回的法则，你靠山吃山，那必须得养山嘛，说遵循过去老一辈人留下这个馈赠。放山这种独特的民俗和传统技艺，是一代代劳动人民生存智慧的结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抚松人的精神境界。2008年，由抚松县申报的长白山采参习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在抚松，人们已不再靠放山寻参为生，但被山林养大的抚松人仍然深信万物有灵。他们始终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创造自己的新天地。在人参之乡扶松，流传着
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古老神秘的长白山，这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画片叫《人参王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人参的动画长片。它不仅展现了抚松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更是人参文化的体现。王德富，《人参王国》的编剧之一，从事人参文化研究半辈子的他，退休之后依然在为人参文化的传播努力着。一大早，王德富就来到抚松县山里红剧团，他要为一场新的舞台剧做文化指导。正在排练的节目叫《大美长白》，它展示了抚松县悠久的人参文化历史和浓厚的人参文化。好，停，停，停一下。比如这个动作呢，就在这个放山习俗里就很忌讳了，就忌讳把锁脖棍呢全放到地下，它是采参习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中国呢是人参的这个宗主国，它利用人参呢是历史比较悠久，在世界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在众多刻有甲骨文的甲片中，有一枚甲片上的文字和人参的形态极其相似，这就是已知最早的参字。中国的象形文字阐述了一个事实，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人参。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人参主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这是人参应用史上已知最早的论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人参的认识和应用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脚步传承至今。那个时候呢，我们应用了人参，也这个人参文化现象呢，也就随之出现了。它的雏形呢，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传说故事，比如说人参娃娃呀，人参姑娘啊。这是196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短片《人参娃娃》。在片子里，人参娃娃成了苦难百姓的救星。他帮助饱受剥削的小长工小虎子，惩罚狠毒的财主胡瓜皮，最终让小虎子摆脱了压迫。这部影片取材于抚松地区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1963年，抚松县文联把流传于民间的人参故事整理成册，编写了这本《长白山人参故事》，这是我国早期的人参故事集。一个个悠久神奇的人参故事，寄托着民间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以善扬善的道德追求。俗话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它那是老秤，过去的老秤啊是16两一斤，现在秤是多几两一斤呢？大家知不知道？10两。对，有知道的，10两。如今抚松县几乎每一所学校都要开设关于人参文化的课程，王德富作为抚松研究人参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被邀请到学校进行授课。人参的历史和文化成了抚松每一位学生必修的科目。我们把人参文化作为校本课程来设计和开发，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人参文化，增强孩子们对祖国、对家乡的这种热爱。作为人参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抚松建县10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参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2008年建成了我国首家以人参为主题的博物馆，2014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从沧桑中一路跋涉而来的当代长白山人参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仍在演绎着其独具魅力的传奇，描绘着参乡人的道德风采。1981年，在抚松县北岗镇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7月，董德双在放山途中挖到一颗极其罕见的老山参。它主体长5.4厘米，主须最长达46.8厘米，推断其寿龄属百年老参。俗话说，人参7两为参，8两为宝。而董德双挖到的这颗野山参，重约285克，这颗堪称旷世绝品的野山参，被抚松县供销社收购，后来曾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作为国宝展出。如今，董德双不再放山，他知道，像当年那样的大山参，如今几乎不可能再遇到了。抚松所在的长白山地区是中国野生人参的结宜之地，一直占据着人参交易市场的主流。但是野生人参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它逐渐无法满足需求，人工培育原参就成了必然。这些照片记录了当年抚松参叶的盛况。民国初年，抚松涌现出大大小小的人参种植户。大参户李富昌占有约10万平方米参地，雇佣着10号工人，直接和营口的山货庄商人做交易。传说，李富昌用48个驼子下营口，一驼子人参能换回2驼子现大洋。据抚松县志记载，年可出参28万斤，出产额约占全国10分之7，总销营口，分销全球。然而，繁盛的贸易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种植原参需要开辟森林。随着抚松参叶的兴盛，周边原始森林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野生人参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抚松县政府意识到毁林种参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怎样在不破坏森林的前提下种植人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雨后的一个晴天，赵炳山来到了他最熟悉的这片森林，这里有他30多年来的心血。这些人参是林下参，林下参就是把人参籽播撒在林子里，不采取人工干预，在自然环境下自由生长的人参。30多年前，权衡环境和市场需求，抚松县政府倡导参农们种植林下参，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当时包括赵炳山在内的参农们十分抵触，林下参至少20年才能采收，又不知道有没有野参参的价值。将信将疑中，赵炳山撒下了种子。2015年，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国家标准出台了。文件规定，野山参及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年以上的人参。国家标准的出台是对林下参药用价值的肯定。
赵炳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越来越多的神农开始从原参种植转向林下参种植。在抚松县政府的引导下，毁林种参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越来越多的密林之下都生长着人参，这是人参产业的新篇章。这个汇集着野生人参、野山参和原参的交易市场，位于抚松县万良镇，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到了晚上，交易才正式开始。昏暗的灯光下，汇聚着操着各种口音的商家。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始交易市场所成交的人参价格，却被看作国际市场人参价格的参考。人参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各地。长白山人参给了这座小城繁荣和兴盛，抚松人也在创新和发展中使人参大放异彩。今天的抚松人怀着梦想与思辨，实现着小城的振兴与飞跃。长白山养育了中国东北部的辽阔沃土，也支撑着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人类的发展和传承。然而在80多年前，这座大山却遭遇了一场劫难。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占东北地区后，曾经疯狂砍伐长白山木材，使得长白山周边原始森林受到严重破坏，很多野生动物失去了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大山脚下的人们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护长白山的动植物资源，1960年建立了吉林省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长白山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1986年7月，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这是国家对保护生态环境长远事业的又一次推进。今天62岁的杨海山骑行10几千米，来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对数码相机操作游刃有余的杨海山，并不是一位职业摄影师。退休前，他曾是一名护林员。这些年，我就始终就是对野生动物一定要好好保护起来，为了这个大自然嘛，哎，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森林和这个野生动物有个栖息地来保护它，来爱护它。为了在护林之余，把长白山上的珍稀物种和美丽景观都记录下来，杨海山买了相机，开始学习摄影。30多年间，杨海山拍了10000多张照片，有紫貂、梅花鹿、中华秋沙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水晶兰、红豆杉、长白山野山参等珍稀植物。透过他的镜头，我们看到了这里日益完善的生态环境，看到了绿色发展中的美丽中国。
近年来，长白山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抚松县政府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乡村旅游景点。锦江木屋村被称为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最具特色的就是它的建筑风格。整个村子不建一砖一瓦，全部都是用木头做成。锦江木屋村依托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了游客最喜爱的去处。如今，生态乡村旅游景点的开发，不仅缓解了长白山天池等核心景区游客潮的压力，也让大山脚下的百姓富裕起来。这就快到钱了，两个，一大一小。这什么骨头？鹿骨的。啊，鹿骨。啊，这个先。崔长安又一次进山了，然而这次他的目的并不是采挖人参，让游客亲身体验放山习俗，感受人参文化，成为了崔长安生活的一部分。我四嫂来帮我的。每当初冬来临，李大嫂就开始忙碌起来，为了满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的味蕾，做粘豆包成了她每天的工作。村民开启了农家乐，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欣赏长白山美景的同时，随时都能感受抚松地区独特的美食、民俗和文化。长白二字蕴含着长相守、到白头的愿望，山与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抚松人心里，自古山有神，身有灵。现在人们明白，自然会慷慨馈赠，也会随时收回馈赠。在长达千年的对话里，人与山彼此依赖，摸索出一条和谐共处、通往永生的道路。随着第31届抚松长白山人参节的开幕，大美长白迎来了首演。这不仅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了解到抚松这片土地的变迁与沧桑、和谐与辉煌，更展示了抚松人对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力度，同时也让生态文明理念得到更好的传播。一棵济世的神草，抚慰着苍生黎民。在丰富的文化积累中，抚松人愈发凝然与沉着，弄潮于敏锐多变的国际市场，书写出当代抚松的新篇章。